女啊，就系、是、一副牛脾气。不过做人啊，都几三性。彩儿，你过嚟啊！哎，嗱，呢度有啲钱，你攞去买嘢食啦。多谢十二两。咦，点解唔接啊？阿爹常教彩儿为人莫贪。两父女啊，一担担，十二两我看分。啊，过嚟饮水啦。哎，阿爹回来啦！坏了，坏了！上菜，十二两。言光大开，便起有人来帮衬啊！走好啦，诗句写成四把扇，用不金是二两银。哇，写几不精就赚二两啦！哎呀，我哋呢啲做生意嘅，当万利都要。还未说，我知噶啦，你哋一家三口都要食饭，我十二两呢就最通情达理噶啦。嗱，二一添足，十二两，银两已不在我身啊。请听啊，见义勇为才是读书人的好德行啊！你千不该，万不着，拖欠我的房租去做善啊！人，太火啊！是
卖房就够舒服了吓。现今一千八，师姐就三千六。得啦得啦，算啦算啦算啦。哎呀，启明啊，此事从何说起呀、啊，娘啊！阿爹曾能做好事，一时激嬲点知呀？妻呀住柴房，就住柴房，留下那勾钱我身，承受先言教训啊！赵天明，你企喺度，又做咩？请问，啊，赵天明上公可在状元店内居住呢？哦。小生正是赵天荣，敢问赵相公，你今日长街之上赠了别人多少银两啊？百银二两啫。哦，原来真系佢，赵相公有礼啊！有礼有礼，我系张府嘅管家，我家老爷。多蒙相公仗义疏财，解了危难，今命奴才送上薄礼，请赵相公笑纳笑纳啊！老人家，仗义勇为义所应当，是礼物不能要，不能要。赵相公不收此礼，奴才便长跪不起了啊！唔好啊！